预办混凝土厂之设施仅系临时性，尚非原住民主基本法第二十一条所称之土地开发，另依原住民保留地各种用地申请授权事项及申请作业须知之规定，亦无需蓝屿乡之土地审查委员会之通过方可使用。我们现在从目前汉人的法律来看，它是国有公用啊，它公用的原因是因为保留地，所以公用。国有公用财产根本不可能是给民间任何人去使用，哈，这是不可能的。那我们的保留地为什么是国有公用？那刚好是因为我们的原住民基本法啊，为了保留这个原住民的这个传统领域的保留地，所以这个部分把它划为公用，其实是要限缩保留地的使用，要让它完整的这个在公用的范畴里面保护住。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国有财产法怎么规范公用，它不能处分，不能擅自处分，也不能为任何的收益，连租人收钱都不可以。无偿拨用的对象绝对是机关，台东县政府讲的就是说短期提供政府机关因应业务之急需。那我们要问，这个友达是政府机关吗？友达绝对不是政府机关嘛，是台东县政府经营预办混凝土厂，那么现在这个东西还可以勉强成立。否则你如果是给友达用，那么这个绝对是不合法。那么所以真正问题的确是要回归到这个原民会，原民会要来解释，在那里做一个民间的这个预办混凝土厂，有符合原民会，我们把原民会的组织条例拿出来看，哪一条是说可以发原民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要服务友达民间私人盈利的预办混凝土厂吗？那台东县政府给我们的回应呢，也是说他们依法行政的。可是当我们发觉形势上面越来越荒腔走板的时候，事实上原民会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知道有大批警察进驻到蓝屿，我们也有去阻止，所以现在我们有今天早上再跟蓝屿那边确认，确定当天是没有进行任何的开发行为。那这是以上先要说明的。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大家对于土地使用上面，它到底是不是经过合法的行政程序？那我们也有跟蓝屿那个台东县政府跟蓝屿乡公所调阅了相关的资料。那目前来说，那块土地确定是原住民族保留地，所以它一定是属于传统领域的一部分，所以它适用原基法，也适用原住民保留地相关的任何的法令。那至于它现在所引用的国产法的相关规定呢，我们也有跟他讲，你在程序上应该是有所瑕疵的，所以它应该要透过固定的程序开土地使用同意书给他的对象，应该是公所，也不是那个营造厂，这个是我们第二个要说明的。第三个，他到底有没有原基法的适用？那这个部分呢，因为要涉及看他有没有实质内容，有没有开发的行为，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尽速召开协调会议。友达他确定不是公家机关，所以当初申请土地使用同意书的对象是公所来申请的，也是政府机关。那至于公所跟营造公司他之间的合约契约关系是什么，这也是我们进一步要去厘清的。所以目前程序上看起来应该是有一些需要待厘清的部分，那我们就会尽速召开协调会。那这个也是我们目前原民会的态度。从那个登记的一个资料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东青七地号的一个国有土地目前所有权是中华民国，然后管理机关从1960年就总登记为原住民委员会那在其他登记的一个事项里面它有特别注记是原住民保留地。那有关原住民的一个保留地的一个管理开发等等的一个规范，都主管机关都是原民会那有关这部分我们都是尊重原民会的一个处理方式。就是因为原保地在全国有大概26万公顷，所以相关的管理的措施我们是透过一个授权须知让县政府地方政府实施同意权，那是属于短期的。那如果是长期使用，它是需要透过拨用，拨用的话就要原民会同意，然后最后是由国产署这边那个代发员搞下去。所以你们26万公顷的
国有公用，对，原保地就是国有公用土地，你们把它的管理办法授权给地方政府自行订定，那地方政府会不会违背原来的国有公用财产处分的这个法律啊？那我们在文里面也非常明确的告诉他，友达并非政府机关，所以他不得依管理办法23条规定申请拨用。所以我们也另外请问了台东县政府，就是相关他可以使用土地使用的法令依据及相关的流程，那就是他们审查的流程，然后请他们回复给我们。啊，回复了吗？还没。因为这个土地是原住民保留地，它是非都市土地，它是风景区农牧用地，哦，那农牧用地它原则上它是不准做预拌混凝土的使用。 对，第六条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第六条，那个政府机关它有必须要，因为这重大建设计划有一些临时性设施，它大概用不了多久，它马上就要恢复原状，所以说就这一部分的临时使用，我们是没有要求他去做变更编定，因为才用的时间不长，所以说是临时使用，但是这个临时使用是有一定的程序的，依照我们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第六条的规定，就临时使用这一部分必须要由中央牧地事业主管机关，那我不知道这个中央牧地事业主管机关指的是应该是不是说指他这个重建计划的主管机关是不是行政用公共工程会，还是有另外中央牧地事业主管机关，那这部分就在厘清，他必须要出面去征得农牧用地中央主管机关农委会，还有这个原住民保留地这边主管机关原民会这边，他要去征得相关单位的一些意见，他才可以核准临时使用，在登记簿里面加注这个期限，照登记簿这个期限去使用，然后期限届满之后就要去恢复原来 的使用状态。那如果说这部分的程序是没有践行的，可能就有违反到使用管制规定，就会没有践行，可能是应该看台东县政府的公文看起来是没有的，所以他现在是没有践行这一个程序，对，他只说他是依照公共工程会这个一个什么预拌混凝土厂的设置什么拆除要点，他认为这样子就可以合法去设置，这样子问原民会就知道他有没有践行这个程序来征询你们要做临时使用的意见，你们没有没有啊，所以那现在确定现在所有的程序都没有践行，所以违法的还是政府，从台东县政府到兰屿乡公所一路都违法，这部分看起来台东县政府是以说他符合那个什么公共工程的预拌混凝土厂的一个设置要点，然后还说强调它是临时性，他认为临时性好像不需要去做一些，对，临时性也有临时性的一些规定的程序，所以说这部分台东县政府可能要去查明说他在使用管制非都市土地，所以必须要去补这个程序啦，那补这个程序会不会过就不知道了，因为也许原民会这边也有意见，或是农委会这边也有意见觉得不宜，那这样子这个临时使用就没办法去做，原民会应该会有意见吧，